那我走了啊，你要记得等我。我等你的还少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我回来，不然的话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你是我的，不会不要我。你干嘛呀、啊、你神出鬼没，你想吓死我呀？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？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还不是你把我零食都藏起来了，那我只得自己找了呀。你还记得我的习惯？对啊，你在国外不就喜欢熬夜加班吗？然后柜子里藏一堆零食。我得去上班了，过一会儿阿姨就来了，让她做饭给你吃，别老吃零食。知道了。林菲菲他们没再找你吧？成天给我发短信，还给我打电话。那你干嘛不把他删了？你说小飞一个人在学校那边会成功吗？会不会有危险？小飞那么聪明，不会有事的。小飞，小飞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事。怎么样，东西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把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我得走啊，我不能出来太久。我送你。哎呀，如果一直能这样就好了。你说我们两个怎么总是聚少离多呢？再等等，我答应你，很快就会一直在一起了。那就快走吧，我林菲菲可不是拖男朋友后腿的人。那我走了啊，你要记得等我。我等你的还少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我回来，不然的话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你是我的，不会不要我，跑不了。少来了你，怎么那么油腻啊？现在行了，你快走吧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